双脚行不开。你的叮咛，你的一切，句句温暖的记忆。风也微微，雨也绵绵，多情的风雨，也不怨你。甘愿为爱呀呀甜，心内想起心袂死，甘愿相思日日添，缘来缘去，要留要离，这一切都是天。甘愿为爱呀呀甜，心内想起心袂死，甘愿相思。所来公关室的王经理，是不是有代志要报告？我要报告白床调度的问题。明明有菲菲在病房，却不肯放好需要的患者，这对咱病院的形象是足大的伤害。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。咱内部一定要做检讨。蔡主任，病床是你负责的部分，你要说明一下。因为临时要调到 VVIP 病房，有淡薄仔困难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能力不足，调到袂来？我的能力无问题。那安尼，你就是超工为难病人。我无。这件代志，以后我会改正。副院长，除了病程安排以外，医生的调度也出现大的问题，希望副院长能当替阮解决。迄是因为有一挂医师的亏压未补，像外科主治医师，我感觉这一定要先补，未当阁拖。啊，不过目前无适合的人选啦。但是照主力来排，确实有淡薄仔困难。啊，不过即马连病医拢求新求变啊。我感觉，若是咱会当放弃过去的想法，医生的专业甲能力，目前咱病院有一个真适合的人选。你讲的是张正浩医师。伊才拄考过专科的执照，资历阁无够，不然怎尼紧互伊做主治医师啦？所以我讲，看能力，毋是看资历。伊有啥物能力？伊调去婚姻的时阵，有发生一尸两命的急诊个案，代表伊阁少年，经验阁无够啦。迄毋是伊的病人，伊只是想要斗三工。迄就表示伊连斗三工能力拢无啊。蔡主任无去过婚姻，伊毋知状况。恁若是有去过，你就别讲这款话啊。你敢知影迄阵？婚姻调袂到谢代时，我是安怎请人跟伊斗相共的？甚至迄个时阵，我早就提醒负责妇产科医师，我叫伊要注意孕妇的状况，有可能是先兆子痫。结果无人要听我的话，我即马还搁咧想，迄个时阵若是有人插我，甚至婚姻的资源若是有够，迄对母仔囝就袂死甲这尔冤枉啊！主任，张医师已经证明伊的能力甲伊的热情，你感觉有其他的问题？病有病的规矩啦，张正浩新主治医师这个代志，我一定反对到底啦。我相信，为了病的体质，副院长应该嘛无赞成才对。这件代志，我会甲董事会讨论，到时阵我会召开。组织遴选委员会会做决定。今日会议到这为止，散会。
张正浩，你真厉害啊！知影白家王经理，让伊做你的靠山。啊，不过你莫想讲安尼就会使闪一跳。你去做你的名望，我绝对袂让你升去做主治医师的。伊对你讲啥？伊讲啥无重要啦。我问你，你现在突然提名我做主治啊？是不是恁爸的意思？阮爸虽然是董事，啊，不过林叔的代志，不是伊一个人就会当决定的。我是感觉你有这个能力，嘛真适合，我才会提出的。多谢你。唔免客气啊。我知影你是一个好医师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得到董事会的支持，就更加爱打拼。对啊，今仔日暗时有心脏外科医学会的晚宴，你敢有时间做伙参加？我知影你是为着我好，我去。厝头家一定抓去警察局啊！嗯，啊，你先坐这个等一下。好，你免紧张啦，我即马伫个正好上班的病院，等一下医生就会替我处理工作啊。妈，你豆豆来啦，我甲伊伫遮用的啦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是你哦。司令，你免起来啊！你哪会伤到安尼？我无代志啦，只是小可擦伤。你哪会家己一个人啊？敢无厝内底的人，还是朋友陪你来？敢需要我通知啥？唔免啦，啊，我男朋友伊嘛伫这间病院上班。哪会这么拄好啊？嗯。嘉文，敢会来啊？而且佫甲严师见着面，因到底是伫讲啥？严师刚已经知影我甲嘉文的关系，袂用的。即马即个时阵，袂用让着严师知影这件代志。手机啊嘞！你来遮无甲你的男朋友讲哦？无呢，我今日。人个廖总讲，我想要靠男朋友是医生，得用特权，所以我们特别甲伊讲。你想想济啊，我会记诶，你甲你男朋友感情足好诶。嗯。对啊，你诶男朋友叫啥物名？我会当替你通知伊，请伊过来。若是知影伊诶女朋友受伤，一定想要陪伫你诶身躯边。王经理，派车去你外口等啊。哦，我紧啊，你去无闲。我会当伫个遮等着好啊。嗯，好啊，奶奶你较细腻哦。嗯，多谢你啊。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正浩。正。啊。你先啦。我发抖。你哪会知我伫遮？敢是我妈卡电话甲你讲的？无啦，我拄仔看门诊经过尔。你甲想干呢？哎呦，我无代志啦。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哦。无怪人会讲哦，好心有好报。我今仔日甲一个太太倒分传单，你敢知我拄着啥？啥？就是骗咱迄个厝头家啊！伊看到我了，车开了就想要落跑呢。我为着要家己叫，唔才会受伤。伊即马一定要来警察局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伊哦是有诈欺前科的通缉犯呢。即马哦，伊被抓到啊，伊甲徐明强的债务，得当互两家己去处理啊。咱哦，唔免阁为着厝的代志操烦啊。你讲，咱是毋是足好运的？你看连大家安慰拢唔够啦。哎呦！去当阵的状况这么紧急，我都无想这多啊。
就对了，对不？我先替你处理工作。唔免啦，但一个急诊室医生就会替我处理啊。你才拄调转来本院呢，一切哦还是照规矩来，较袂遐歹心的主任哦，佫找你的麻烦。来，你先坐啦。你别替我烦恼啦，这个主任我都搁找我麻烦啦。先怎讲啊？因为做歹代志，无人看袂过，就警告啊。安尼就对啊啦，看伊以后搁敢学袂来无？以后哦，你就免搁去互伊欺负，安尼委屈你家己啊。对啊，我拄仔那就看到你刚讲话。是甲谁啊？啊，就是恁个公关室经理王小姐啊，伊人真正足好个呢，看到我受伤，搁来关心我，我想袂到伊可怜的我。伊人是真好啦，啊，恁个讲啥？敢有讲到我？当然嘛有。所以，伊知影咱两个关系啊？无啦，我是有提起你，啊，不过连你的名也袂讲，伊都要紧的代志爱去无用啊。是讲，我嘛唔知影，若是讲出来，敢袂害你伫病院歹做代志啊？是安怎？你今仔伊知影咱的代志啊？唔是啦，应该是讲，我咧甲你交往的代志，我无希望病院其他人知影，包括王经理。为什么啊？就像你讲的啊，人若知影你是我女朋友，就算我对每一位病患拢同款，人嘛会感觉我对你特别好，安尼对你等到不公平啦。阿哥。最近病院咧选主治医师，人若摕我甲你交往的代志咧讲闲仔话，讲我干呐顾女朋友，无咧专心做工课，还对我争取这机会，影响会足大个。我知影，是讲你的意思是你有机会会当争取主治医师啊。嘉文，所以这段时间咱得较忍耐，较低调个。嗯。你放心，我袂甲你找麻烦啦。哎，对啦，你伫个遮伤久啊啦，你哪会无闲哦？你做你去无闲，阮妈等一下就来陪我，我大家伫遮等就好。啊，不过你的伤，不要紧啦，哎，急诊室医生会来替我处理啊。你即马爱朝主治医师迈进嘞，进去，我无问题啦。大家注意哦。嗯。讲不要紧，啊有检查无？头脑震动？妈，无遮严重啦，啊就是擦伤尔尔。我是擦伤，毋是去互车弄着啊啦，免紧张啦。你想要吐？郭女士啊，拜托，阮查某囝想要吐，敢会脑震动？你甲检查一下好无？等一下做一个 X 光检查，啊你想要吐，你敢有心？安尼讲起来，我顶个月无来呢。王嘉文小姐，恭喜你，你有心啊，已经有两个月啊。好佳哉，有更加新验孕，无就着 case 光的麻烦啊，恭喜哦。护士真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没啦。我要做妈妈呢，妈，你嘛要做阿妈？嘿啊嘿！哎呦，你看你啦，啊，拄好做做遐尼危险的代志，啊，唔然搁再吼，安尼平平安安啦，啊，表示这囡仔吼，做啥要第二呢？
爸爸，是的啦，妈妈以后哦，一定要较细腻、较注意嘞。这是好消息呢，咱爱赶紧吼，甲郑浩讲，我打电话给伊来。哎，妈呀妈，即卖是伊上班时间，无得开长铁无用。这件代志，我想要应暗当面甲伊讲。安尼嘛好啦，是讲煞啦吼，都要讲恁结婚的代志呀，啊。